往哪里找？看那宇宙闪闪的光，美丽的星河，我要追赶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。我从不怕任何挑战，从不怕较量，战斗中往前冲。这个星球很不一般，到了那儿大家都要注意一点。没错没错，雷泽星的大气超不稳定的，里头有许多四处乱窜的正负离子，要是他们一不小心撞上那不是会形成闪电吗？嗯，而且雷泽星上大量的电离子也会对机器的运作造成一定影响。通过洛琴公主的感应，大致能确定天蝎座的星座飞车就在这附近。那能感应到天蝎战士的位置吗？不行，星座力量的反应太微弱了，也许天蝎战士还没有真正觉醒吧。哥哥哥哥快看，天蝎飞车就在那儿吗？赶紧的，总之先找到飞车，战士什么的之后再说吧。我们走吧。好，出发喽。根据情报，祝星公主还有那些战士已经来到雷泽星了。这次一定要解决他们。呀吼！这里是哪里呀？传送的地点弄错了吗？哎，果然。菲菲可不背黑锅，都是这电离子的错。这可恶的闪电怎么说来就来呀？差点忘了，老大说了要小心这里的超级闪电。你倒是早点说啊！算了，至少我们躲过了闪电，偏离坐标，最多也就多走几步路而已。对对对，菲菲就是这么想的。什么声音？我们走吧。地方感觉就像我们地球的旅游胜地呢。哎，来这边啦！真不错呀，很漂亮。这看上去不像是被攻击过的样子，看来敌人还没开始大规模的发动袭击。对了，这星球的人知道主星被攻击了吗？看他们那样，多半是不知道吧。嗯，为防其他星球出现混乱，我们隐瞒了主星遭到袭击的事儿。
话说回来，洛晴公主，你就这么走在大街上，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对呀，对呀，不会有人找你要签名什么的吗？放心吧，身为公主的我很少会离开主星，大家最多也就觉得有点像而已。来这边了，大家快过来集合。对了，与其这样找，不如找人问问路吧。大家快过来集合。那女孩好像是这的导游，应该会清楚一些。好，那个，打扰一下。嗯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闪电型的建筑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要找的应该就是被我们本地人叫做水雷石的石像吧。啊啊啊啊，太感谢了。水雷石的话有人比我更熟悉哦，我介绍你们认识吧。各位客人，这的闪电可是整个天元宇宙最壮观的，不过可千万要小心，别光顾着看，要是忘了我刚说的话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是雷电警报，一旦警报出现，大家一定要尽快避难。要是避难晚了，你们好不容易做的发型可就要泡汤了。不过那边那个大叔倒是没关系了，因为你现在这发型就像是被雷劈过了。这样是太狠了吧，哥哥。香兰，他是，这是我的哥哥逸林。突然把你请来，真的很抱歉，但我们确实有点急事。你好，我是主星的公主洛晴。啊，你就是公主殿下？果然没错。啊，哥哥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不过刚见面的时候我还不太确定。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十二星座战士。因为天元宇宙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曾经企图征服宇宙的罗刹即将复活，现在他已经派出手下攻击主星，接下来恐怕整个宇宙都会被卷入战争之中。虽然雷泽星有雷暴作为屏障还没受到波及，但这也是迟早的事，要阻止这一切只能靠星座战士的力量了。哼，星座战士吗？被你们称为水雷石的石像，要是我的感应没错，天蝎座战士的飞车应该就沉睡在那里。所以你想让我带你们过去？哥哥，这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吗？真是的，香兰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让你别相信爷爷说的话。啊，是什么话呀？爷爷还在的时候常说，我们先祖受天蝎战士的托付，要世世代代在这里保护水雷石。啊！所以我们从未去过别的地方，一直都留在这里。除了打扫就是打扫，爷爷奶奶还有老爸老妈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我可不要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。水雷石，不过就是块奇怪点的石头罢了。什么星座战士，什么天蝎飞车，根本就是无聊的笑话，只是骗小孩的玩意而已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带你们去就是了，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？不过我手上还有些工作，等我忙完了再带你们去吧。别在意，哥哥就是嘴硬心软，其实他比谁都重视那水雷石。香兰，谢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不就是那个雷泽星的风景区吗？你不会用眼睛看的？你觉得公主他们来这儿像是度假的吗？那我总得先收集情报啊。等你弄完，他们早找到车跑了。那个，抱歉。能请你们让一下，先让我们过去吗？喂。谢谢。要不我们先套套那导游的话。好主意。大概就是这样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简单来说，你们是迷路了，对吧？不，真是的，我们都这么大了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就是迷路了，我没说错吧？
好吧，我们是迷路了。那你们想去哪里呢？这星球有没有些特别的景色，比如石像什么的？哦，该不会你们也在找水雷石吧？也？难道说？对，就是他，我们超想去看的，对吧？没错。告诉你们怎么去也可以，不过那是重要的旅游景点，你们可不要随便乱扔垃圾哦。当然。就在湿地森林那边，不过那边的路比较复杂，建议你们还是请个导游带路比较好哦。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请客人们在这展望台尽情地欣赏风景吗？哇，真漂亮！哇，好壮观的画面，这种场景在地球可看不到呢。哼，怎么了？雷暴往这边来了。啊！各位，请往这边走。厉害，居然能这么迅速地观察到天气的变化，还能冷静地引导大家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。可恶，早让你听那小姑娘的，这下好了吧，我们真的迷路了。该不会要下雨吧？下雨倒是没什么，可千万别是那个。雷暴！哇，坏呀！各位，这避难所可是绝对安全的，请大家在这尽情欣赏雷暴的震撼吧！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对呀，哎呀，好美！哇，哎呀！说什么来什么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！玉林，还有多久才能到水雷石那儿？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只要有这个，很快就能穿过湿地森林了。这叫滑翔板，你们都会用吗？当然了，地球也有差不多的，我可厉害着呢。无论是滑板还是冲浪，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乐晴，你会用的吗？放心，星球的风俗特色可都是公主的必修课呢，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。好，那出发吧。嗯。凌霄，你还没有变成黑炭吧？气死我了！居然害我遭这种罪！可恶的星座战士！这是躺着也中枪啊！难道这是？可算找到了。哟吼！这滑翔板的速度可真够快的，实在太过瘾了！呀吼！对呀、啊。看来那些星座战士还能找到这里呢，太好了。不能让他们得到星座飞车，总之先把这儿给毁了再说。没错，毁了，毁了。到了，看，就是那儿。真想再玩一遍呢。那帮家伙怎么都一副很高兴的样子？看着就让人生气。这就是水雷石。好了，我已经把你们带到这儿了，想找什么星座飞车就找吧，我可没空陪你们玩。请先等等。又怎么了，公主殿下？传说中十二辆星座飞车的其中之一，代表天蝎座星座力量的激流地蝎，很可能就沉睡在这里。你爷爷说的传说到底是真是假？依琳，你就不打算亲眼见证一下吗？少一副命令的口吻，我的事由我自己做主。就算你是公主殿下，我也没必要听你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哎呀，怎么了？内讧了吗？啊，是夜雨和凌霄。哦，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喂，我们不是才刚到吗？我这是给他们个下马威，先吓唬吓唬他们。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，赶快给我下来！谁允许你们擅自站在水雷石的上面了？这家伙谁呀？很嚣张的。这是我们世世代代尽心尽力守护的水雷石，快点给我下来！哦，就像香兰说的，果然依林他比谁都要重视这里。碍事儿，先把它收拾了。机甲晶片，充能，出来吧，漩涡邪皇！机甲晶片，充能，出来吧，怒炎魔能！火能晶片，充能，爆裂充能。暴力运行，怒炎魔能，这样的话我们也上吧。赶紧收拾他们。洛琴公主由我来保护。超能出来吧，风暴圣体出来吧，暴雪点兵出来吧，赤脚火灵，火能晶片，风能暴力冲击，暴力运行，双暴升级，暴力运行，暴雪运行，暴力运行。什么呀，管他呢，先收拾掉再说。哼，这比闪电可慢多了。就是现在。啊，不会吧，居然飞起来了。我说了，给我从上面下来。真够险的。哼。啊，什么？那个是星座印记。这就是星座的力量吗？力量还搞不清楚，我只要有这力量就能收拾掉你们了。机甲晶片，充能，出来吧，激流逆袭，破！啊，不会吧，他就是雷泽星的天使战士，也太巧了吧。公主，快上赤脚火灵！风神天斩！我的漩涡邪皇！幸好没指望你，开我的吧。到你了，
有意思，来吧。哦，一招收拾你，水能惊天，虫能爆裂突击。这力量也太强了吧！逼流刺身，你能给我记住？想不到你居然就是天蝎战士！拜托了，请加入我们。一起阻止罗刹的复活吧。我说过，我的事由我自己来决定，不管是谁，别想命令我。哦，意林的话让飞轮他们十分意外，到底意林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拒绝呢？在调查的过程中，飞轮他们得知意林曾经许下过的约定，这个约定是否就是让意林改变心意的关键呢？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多坚定，邪不能胜正，喝彩欢呼跟掌声正响个不停，光明大道我和你赢得了共鸣。嗨，如果没对手怎显本领，如果没队友谁跟你合影，大家兄弟同心冲破困难，前路更加灿烂，彼此一起共同肩负使命，彰显正义的决心，与强敌去作战，联手出击，肩并肩共进退一条心，面对困境也冷静，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多